正話我哋聽到呢首歌，大家都會好熟悉啊，心裏邊可能啲朋友會跟住嚟唱嘅。咁正話嗰個玫瑰玫瑰我愛你咧，好似1990几年嘅時候咧，香港都揾即梅艷芳嗰啲好似嚟拍嗰條電影嘅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落嚟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有四個演奏古箏嘅，就用四重奏咧做一個但願人長久。咁呢一首歌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出名自鄧麗君喺1983年咧有一張唱片叫《淡淡幽情》。咁呢首歌就風行呢個全世界，喺特別喺華人社會裏邊咧，就幾乎唔好講話冇人唔識唱，係講嚟講話幾乎大部分人都聽過。咁識唱人亦都係不計其數啊！咁我知道我哋中國嘅詩詞歌賦咧係好有歷史，亦有好有嘅文學嘅價值。咁我哋詩詞歌賦咧嘅特點就係、是、佢雖然一句兩句好短嘅文字，但係佢所描述嘅感情啊，描述嘅嘢咧係非常非常豐富。咁呢一首《但願人長久》咧，其實佢歌詞係根據我哋中國嘅詩人蘇適咧嗰、那個《水調歌頭》咧改編。咁《水調歌頭》咧呢首詩裏邊有啲名句咧，大家一定要聽過。譬如話：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咁仲有一個咧，不知天上宮阙，今夕是何年。咁仲有一句就係、是、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最後一句咧，大家更加熟悉嘅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咁我哋咧一齊嚟欣賞呢一首《但願人長久》。
好啦，我哋啱啱听完一个四重奏嘅增曲，咁跟住落嚟咧就听个二重奏嘅增曲。